2016年8月12日上午，蔡依林转发粉丝团微博祝贺迷弟马龙获得奥运冠军，并说太感人了，龙侠龙为你骄傲。照片中马龙向观众席比出爱心手势，马龙与蔡依林的合影也随之曝光。5月14日，蔡依林在北京举行演唱会，迷弟马龙也激动前往，还在微博晒出演唱会上的照片与门票。马龙还说，我也喜欢13年了，今天又会是一个不眠夜了，好激动呀，已经不会说话了，此处省略吧。迷弟属性暴露无遗。蔡依林还在微博下回复，谢谢你的礼物，希望玩得开心，两人似乎早有交集。网友见状也马上献上祝福，有姐的道贺真是锦上添花的幸福，恭喜小迷弟勇夺冠。还调侃道，一个球迷偶像在歌星旁粉丝撞照相，哈哈哈，好想笑，追星成功，现在能体会我们的心情了吧。